玛丽啊，现在我，你想吃西餐，你去找一家店，我们去吃。哦，我记得了。好、哦，来来来，你有没有想去的店 ？No。No。让我看一下，我带你去。để tôi xem, tôi sẽ đưa bạn đi. OK。我让你看一下菜，你喜不喜欢？OK， 我上次和别的朋友去，还是挺好的那地方。我让他看一下菜吧。No， no line。哎，等，等一下，我问一下。你知道你喜欢什么菜？你有没有图片让我看一下？我什么都不喜欢。你喜欢吃越南菜吗 ？No。tôi không thích món gì hết nhưng mà khi nào đó 我不想要任何东。我有。你跟着我去就行了。你跟着我来就行了。我知道你想怎么样了。我知道他想怎么样了。反正我问他，他也不说话。他就让我选择，那我不管了，我自己选择。我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吧。小心车子，小心车子。OK， 谢谢。我带你去一个餐厅，很漂亮。啊？又来？你？又来？你喜欢男生穿西装吗？bạn có thích con trai mặc vest không？Yeah. 我照片一下嘛，我朋友很喜欢你。哦、OK OK。你是谁 ？OK OK。cô ấy trông có vẻ là người Việt Nam hay là người Trung Quốc？ 他看起来像越南人或中国人。越南啊，越南，越南。他帮朋友向我问好。Anh ấy giúp bạn bè chào hỏi tôi. 因为我们都在外国，所以大家都很热情。Nếu tôi gặp bạn ngoài đường, tôi không nghĩ rằng là người Trung Quốc, bởi vì bạn rất giống người Việt Nam. 如果我在街上遇到你，我不会认为你是中国人。因为你很像越南人。你说的没错，我知道我很像越南人，而且我也准备移民来越南。行吗？我准备娶个越南老婆，然后我就把户口迁来越南。控球啊，控球。对，爱。和谁结婚？哈哈哈哈哈哈 ！Why？ 等以后。就骚。等以后才知道。就骚婚姻。哈哈。Vài bạn đã có người yêu rồi。No no no， 我还没有。我有喜欢的人了，但是还没有爱人。有吗？那你为什么说准备娶越南老婆？啊。
我想娶越南老婆，不是准备。我说错了。刘啊，我说错了。啊，不是我的问题，是翻译机搞错了。耶、yeah, ，都是翻译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累了吗？ No. 要不然，我们可以坐车。今天你这套衣服很漂亮。Yeah, 漂亮。Yeah.哦，现在应该可以吃饭了，现在是17:41，我们去吃饭。安金安金，这台云台相机我不会用，我那台机没电了，暂时用一下。我买这台云台相机很久了，买了一年我没用，几乎都没用过，不知道拍的好不好。那这台相机拍出来肯定是比那种运动相机拍好的好看得多，但是这个操作没有运动相机那么好。有啦，对住对住，又唔掂，打我嘅，我都看开。我只是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哦，当你看到你喜欢的，你把它告诉我。我们到了，去前面那家网红餐厅吃饭吧。我们，走吧，这里这里。哦，好多车啊，今天车多啊。我也不知道，I don't know。我们可以走。小心，很危险的越南过马路。越南的摩托车喜欢乱开。我很害怕摩托车。啊，来这里逛，Yeah，OK、okay、啊，喜欢就好，最重要是妹仔喜欢，好不好吃无所谓。你可以拍，你可以拍一下。Yeah。哦。还有位置，还有位置的，看到没有？还有位置。这家店很多人来的，这家店很漂亮的，这家店。啊，和越南妹妹来这里吃顿饭了 ，OK 吗？要不要我帮你拍张照？搞不对，这个地方人有点多。Yes, yes.好多人啊，你看一下 OK 吗？ OK OK OK。 看一下看一下喜不喜欢、
那不喜欢。拍照技术还要继续努力啊。No lie。不喜欢，我走走。OK OK， 安高安高，不拍了，等一下妹仔生气了。啊，等一下生气。哦，和他来这里吃顿饭嘛，这里很漂亮啊，是一个网红景点啊。其实我带过越南朋友来过很多次了，我就知道他们一般都会喜欢这里。Yeah, OK， 我知道他们应该会喜欢这里，很漂亮，也不用多介绍了。其实我也不用介绍了。这里是一个越南华侨的老哥带我来的，老大哥啊，他很厉害的。啊，要是这个位置 ，OK，OK，、okay, okay, 你又来 ，OK， 哦哦哦哦哦哦，没有这个都不行了，我还天天骂他不好。他说他坐在这里。OK，OK，、okay, okay, 他安排我们坐这里。OK。OK， thank you。你想吃什么？随便点。OK， 你喜欢这里的食物吗？我喜欢它，因为里面有越南菜。Good， good， 你喜欢就好。OK， good。And you lie, you lie, no lie. 不就就啊啊，那不要这个了 ，OK。让他点就行了。其实这里的菜挺大份的，我们有三个菜就够了。上次我和另外一个妹仔来啊，就点三个就够了，都吃不完。虾酱和豆沙吗 ？No。OK。煮虾酱。OK。OK。你喜欢这里面的任何东西吗 ？Yes, yes, yes。那你选吧。有。啊。我来过很多次，我知道。我经常来吃，我知道。行吗？那我挑些新菜给你吃吧。OK，OK、okay, okay。咋答？咋答 ？No。No， 我 I yeah。咋答？有。先点饮品，我口渴了。有吗？你可以喝别的水，这水我见你喝过很多次了。耶、yeah, ，我喜欢喝这个。啊，这个没有糖，很好，我不能喝太多糖水。你挑你喜欢喝的饮品。嗯。有来哦 ，OK， 我都喜欢你点。
让越南妹妹点，我还是不点了，因为我点来点去也知道就点那两道菜。哥吗？哥，那个米跟面的。哦，剩菜了，剩菜了。他点的哦，上次我也点过这个东西，上次那个越南朋友也是给我吃这个。你觉得奇怪吗 ？No， 我安外安外、啊、安外刚安外问你看有没有针头啊，这个很硬，这个很硬，很难嚼。该那个叫好呀啊，有吗有吗耶、yeah、可以吃，挺好吃的。上次我们也是点了这个菜，好像我不知道他点什么。OK OK， 挺好吃，不用换。我也能把它弄转。你不用 ，no， 不用。哦、oh, ，来了来了，正菜来了，福寿螺。Good， I like。中国很喜欢。No。吃过。我小时候吃过，我告诉他。我小时候其实是吃过福寿螺的。哦，上菜上菜。这个是啥？我小时候吃过，我已经很多年没吃了。我的按脑一个呢，我的按脑就有呢。有吗？安。我想喝一些加糖的东西。OK。因为我一直在滑。OK。确实，干杯。以茶代酒。哦，他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炒肉片，福寿螺一份，福寿螺一份。还有这个还可以，挺好吃。只要他喜欢就行了。其实我吃什么倒无所谓。我帮你拍照。玛丽，我帮你。啊。你不是说让我帮你拍照吗？我可以帮你拍照。啊。耶。帮他拍一下照，我不知道拍得好不好，帮他拍照，我靠，我不知道拍得好不好。我想像这样拍摄，但能看到深度控制的全景吗？我看一下。OK OK。nhưng mà nó sẽ thấy phía sau nhiều hơn。但他会看到更多的后面。哦，有了有了有了，有。OK。我不会拍照。我不知道我的拍照技术很差。谢谢。喜欢吗？OK 啊 ，OK，OK，、okay, okay. 喜欢就行了。好，现在开始吃饭了。菜还是挺丰富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最好的菜：福寿螺，这个不知道什么鱼，草鱼，这个什么汤？这个是，这个还好吧？这个也还可以。都是越南当地的特产。他们有。福寿螺，我知道福寿螺，福 China 福寿螺 ，Vietnam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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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越南，
蛤，哦，这个鱼叫蛤，这个。蒙的螺。根。根。哦。这个。蛋多。哦 ，OK。太大。OK。我不会用这台相机 ，OK， 拍不了，算了算了。跟跟，像你这张台太小，又来辣椒。你能吃辣的吗？哎、oh, ，Yes。我吃辣的太多了。OK OK， 你吃就行 ，OK， 你能吃就行了。你看这福寿螺，全部放够，全部把它放下去，辣就辣。现在的女孩子怎么全部都喜欢吃辣椒啊？有点奇怪，她们很难吃辣。就女孩子哪里像我们广东的女孩子也喜欢吃辣。Good， OK， 开吃啦！尝试一下福寿螺啊，这个鱼啊，这个不知道什么鬼，这个。应该还挺好，这个还可以，还挺好吃。那个是白米饭，都是这个越南妹妹点的。丽丽，耶、yeah ，我就知道她会第一选择吃福寿螺。本来我不想吃这个，但是她点了。OK OK OK， 我吃一个好了。OK。Thank you， 尝试一下。哦哦，要 ，OK。No。哦 ，OK OK OK OK， 这福寿螺很考验人的胆。哦 ，OK， 好，试一下福寿螺。No no， 天气很热。很牛。很牛。翻译错误了。No，它是热的。哦哦哦，他说很热，我有了有，没事，跟跟跟 ，OK。好吃吗？很好吃。啊，我我，还好吧，没有我上次在北宁吃的那么黏。北宁那里也是我家朋友做客，他搞了很多福寿螺给我吃，我吃了一个差一点吐了，太多粘液了。他这个煮出来没有什么粘液，还好，还可以吃，好吃好吃好吃。你可以看到他的样子。Yeah， 非常棒。Yes。不要搞这个给我，谢谢你，谢谢。你也来一个，这个，好，两个，我要搞这个吃，要搞这个，这个韧性很大的，它这个东西韧性超大，韧性超大，看一下，其实上次我拍过了，上次那个妹仔也是这样帮我包的吃，我感觉和越南女孩子吃饭，他们一般都会帮你把食物弄好。这一点呢，在其他国家的女孩没有这种习惯，越南这里就有这种习惯。不管真的，她并不是在表演什么，反正任何女孩啊和你吃饭，一般都会帮你把这种食物给搞好，他们就有这种习惯，好像这是他们一个传统一样。OK 啦，嗯。还其实挺好吃的这个菜，我实话实说，但是韧性太大了，韧性很大，咬不动吧？我都说咬不动。啊，真的韧性很大，咬不动。为什么会这么长？耶耶，我早说了。
哪里？他，呀，他这个东西啊，很硬，知道吗？很硬。姐姐。不行，我说过他很硬，咬不动。因为上次我吃也咬不动。哎，咬不动。啊，你叫他换。你叫他换软一点的。哦哦，行了行了，要点那个水才会软。嗯。不要叫。好好吃还是挺好吃，我实话实说，它沾这个料啊，沾这个黄黄的料啊，这个东西还挺好吃，就是太硬了，韧性太厉害了，所以。我不想吃哦，它这个要泡水啊，要泡水才会软啊，怪不得，要泡过清水之后啊，就很软了，没泡水啊就很硬了，怪不得我不会弄，他连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吃这个菜啊，玛丽？不烧螺，不烧螺，哈，OK， 还有芥末。其实我们肯定吃不完这么多菜，两个人不可能，两个人啊点三个菜就够了，还可以剩。谢谢。要给我吃啊？谢谢你，妹妹。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鱼。有很多辣椒酱在上面呢、啊。不知道好不好吃，肯定要夹给我。OK OK， Thank you， 我就知道。你反正你和任何越南女孩子吃饭啊，她都会夹菜给你的。这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传统。不管是在南越还是在北越都是这样啊，感觉他们在饭桌上啊很有礼貌，越南女孩啊，安公公公，我感觉越南女孩在饭桌上非常有礼貌，非常热情，这里很热心。你喜欢这里吗？嗯，刚才我帮你拍照片，你觉得还可以吗？OK， 哦哦哦，有啊， oh, 你吃吧，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动手。这个福寿螺还是少吃为妙啊。这个啊、等一下，我想吃这个玛丽，我耶、yeah. 等一下 OK 我搞过这个吃算了。 OK good。 哦，我晓，这家饭店你来过多少次？啊耶，哦，第一次啊，你觉得这里的饭菜都很好吃吗？嗯，好吃。下次你想来，我再带你过来吃。
这个鱼还挺好吃的，这个鱼都还可以啊，这家餐厅的东西环境也漂亮，带妹仔来啊还可以拍拍照，让他确实还可以。你想要喝啤酒吗？如果我喝了，我一会儿就会被警察逮捕。哦，他要开摩托车。哦，有啊有啊有啊，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喝。他叫我喝啤酒，我一个人喝怎么喝？这个鱼很好吃啊，这个鱼真的挺好吃。这个鱼，哦，谢谢你，谢谢你妹妹。这个鱼真的不错，这个鱼可以点。你在这里吃这样的饭吗 ？Yes， 差不多一样。你觉得好吃就行了，你点这个鱼很好吃。Yeah. 但是这个田螺怎么办？我们不吃。我们一会儿就吃完。OK OK 哦，好了，我们吃饱了，就剩一点福寿螺，全部都吃光了，没有浪费粮食啊，都吃光了。下次这里跟你们说，这里分量很大，如果你们来，点少一点，两个人点三个菜就足够了，真的。我们买单走人，登顶呢，登顶。M I， 登顶，登顶，登顶。等点，等点，买单，买单走人。总共是108万。哦，他要对一下账单，越南妹妹要帮我对一下账单，对不对？这个女孩子真的挺好，我跟她去其他地方，她都会帮忙订对这个账单。